刚才有的人笑的那个音调偏高，哦，有的人笑的节奏比较急促，哦，还是要跟我的节奏等一下。那我们来一个有节奏的笑，是吧？对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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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，稳不稳？稳不稳？就是这个，就如同颤音一般，是吧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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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行，来来来，再找个音，你是，哈哈，啊，哈哈，好好。好好好好，来准备，预备。Three, two, one.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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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哎，我们在现场就这么来，好吗？现场这么一笑，哎，直接笑出音乐的感觉。你也看看是不是？我觉得只有四个短了一点吧，因为这个狂笑是不是得长一点点呢、啊？那咱们尝一个、啊、，OK， 来来来，那就这样，哈哈哈。亮哥，你专心开车啊。我们待会儿不会被打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就是会被打。只是有人被主打。哦，主打原来是这个，是被主打的大哥，这是主打哥，主打哥。今天昨天咱们推出来被主打的是谁来着？好像是亮哥吧？哎，不对，是月心。我们就是众人，我们众人，众人都是四个人。当凶神恶煞，众人就是已经对。然后有两个还把一个扛在上面去，对吧？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年龄层啊，说的那个梗啊，听了都难受。要不然我们坐在前面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被影响了，骚，感觉生哥被亮哥影响了，对，真的被传染了，就昨晚上一晚上，你看看这一晚上就这样。